另外两队是两分，两名攻击的手，我也可以出来啊！德兴加油！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！我这里进攻机会，他可以随意的攻击红队或蓝队。好球！漂亮，来一分！曹佑宁五星级的守备美技啊，滑稽！会是棒球选手，对。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这边也有啊！结果黄队在最后一分没能守。不能够喊错哦！哇！蓝队喊错队伍。曹佑宁，走步，就三个人已经架球了，不能够再移动了。